時尚，你將自己的 idea 呈現出嚟，令到你個生活咧變得更加好嘅。設計係一啲突破傳統嘅嘢咯，將你嘅想法實體化嘅過程咯，唔好嘅嘢變得更加好咯。設計係一種溝通嘅方法，佢可以打破人與人之間嘅隔膜。設計咧就係我哋創造價值嘅一個好嘅工具嚟嘅。透過設計咧，我哋就會提升我哋整體嘅競爭力。同埋咧，亦都改善我周邊嘅環境嘅，做我哋嘅創意城市嘅，俾我哋嘅新嘅一個動力。
月咧，我就開始咧，我哋香港設計年嘅啟動儀式。咁好似琴日發生咁，因為咧呢、這個 party 實在太好玩啦。今日咧就2012設計年咧，就係、是、告一段落。但我相信咧，一連串呢啲嘅活動咧，已經使到我哋社會唔同嘅人士明白到設計嘅重要性，亦都咧係推廣我哋嘅香港嘅設計咧，成為我哋創造價值嘅好重要一個工具，進一步咧提升我哋嘅整體嘅競爭力嘅。咁喺度咧，我係要多謝我哋嘅香港設計中心去主辦2012年香港設計年，同埋咧我哋區政府咧就會係咧同埋本地嘅設計業界、創意業界咧去繼續咧去合作，我哋一齊努力咧將香港構建咧成為我哋嘅驅動，我哋嘅驅動香港嘅創意，同埋咧成為一個嘅創意城市。在過去這一年，透過這63個項目，我們總共有超過200萬的觀眾參與了不同的設計的項目，當然可以提升了他們對於不同的設計項目和知識那方面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改進了整個香港的創意氛圍。2012年香港設計年之後，我們希望有一個新意，而這個新年我們都在年底的時候都是推了出來的，是一個設計驅動改變的圓桌會議。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討論可以是近距離和更加深入探討設計如何影響一個創意城市的發展，而我們都會透過一些活動，譬如是環球設計夏令營，為學生提供一些可以跟到海外國際不同的學生朋友可以交流的一個機會。我們都會繼續舉辦的是名師講座系列，可以廣闊大家的視野，这个设计思维，为日后香港继续发展成为创意城市打下根基。